大家好，我是秋哥。秋哥今天又要带大家日常采买。那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一家中国超市，那我们来一起看看里面到底有卖什么东西吧。Let's go。一进门我们就看到这边是酱料的区域，那它有很多这种醋啊，然后这边有酱油，所以我们的酱油都是在这边买的。那我们可以来看看哦，你看这边甚至还有味淋这种东西，一小瓶是3.79元。可以来看这边有各式各样的米酒、花椒料酒，然后这边这个哇是台湾米酒，我们台湾米酒竟然可以在美国看到，谢谢马英九。哦，这边还有龟甲湾甘蔗酱油，哒哒哒哒，这个也是台湾的东西。旁边这一个是日式酱油，那平常的话我们也有买这个日式酱油，有时候会来做寿喜烧，还不错。这一个我觉得很特别，它是豆腐乳，它是大溪名产黄鱼香 ，good。这一区是卖火锅底料的，就是你可以拿来煮火锅，很方便。这边哦，我们可以看到甚至有海底捞的哦，那这个口味我们是没有买过的。不知道好不好吃呢？这边就是比较古早味的一些蛋糕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，像这个光华饼家，它就是从纽约的中国城运过来。国家也有永和豆浆，那这个永和豆浆是写简体字，不过它竟然是用泡的，非常的有趣。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甚至还有新竹米粉，还在新竹的观众朋友帮我们留个言，举个手。这边还可以看到一些古早味的零食哦，像是这一个长得像香肠的冰棒，然后你把它冰起来之后，你就可以把它两片折开就可以吃了。然后旁边还有一个阿瓜小时候最喜欢吃的野果果冻哦，啾咕啾咕啾。这边还有卖苏格兰名产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是它的旁边就是猪耳朵，所以这一区零食区你想要什么都可以买来吃。相信有在海军陆战队服过役的人就知道，哎，真油味是你的好伙伴，非常的好吃。然后旁边还有一个我高中最爱吃的鹅阿珍啊，它是这是洋芋切片口味的，非常好吃，可是空气很多。那一些饼类当然是不会少啊，这边有老婆饼，还有太阳饼，台中太阳饼，谢谢卢市长。然后我们这边还有自然的盐的这种苏打饼干。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也会卖火锅肉片，那火锅肉片的话其实只有在中国超市才比较会出现。这边有卖酸菜，你可以做酸菜肉片汤，然后旁边这一个酸白菜你就可以做酸菜白肉锅。这边看到他也有卖台南油饭，那在台南的朋友也帮我们举个手，来自台南的朋友，耶、yeah! ！这边还有卖端午节用的粽子，那端午节也快到了，大家也记得买粽子来吃哦。好，大家看到我们这边也有买维力炸酱面，然后有统一肉燥面。那其实这边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两种泡面，所以我们全部都要买回家。第一个是大白菜，那大家一定不知道这个有多大，我用个比例尺，哇塞，这就是超大的。好，那平常的话我们还会买这一个青江菜，也蛮好吃的。然后它其实有时候还会卖空心菜，空心菜也是我们最熟悉的菜之一嘛。是妈妈告诉我的，这里脑袋都是你，心里都是你，小小的爱在大城里。整体来说，中国超市有很多美国一般的超市买不到的东西，像是菜，我们在中国超市可以买到大白菜啊、空心菜啊、白萝卜，这些美国超市一定都没有。再来就是有一些日式的糕点或者是台式的糕点，你也可以在那边买得到。还有我最喜欢的就是他那边有卖很多各式各样的泡面，像是有韩国的泡面、有日本的泡面、有东南亚的泡面、中国的泡面，还有我最喜欢的台湾的统一肉燥面，甚至都有。所以中国超市是一个可以让你想起家乡的一个地方。我个人其实蛮喜欢去中国超市逛的。那如果来匹兹堡的人想念家乡的话，也可以去中国超市买一些自己喜欢的菜或者是零食回去吃哦。好，这一集就这样了。那如果还有想看什么内容的话，请留言告诉我们。拜。有小熊饼干耶，有小熊饼干。那小熊饼干是不是还蛮便宜的？
它小熊饼干比台湾还便宜耶。这边还有苹果西达，跟我手上这边，哇，黑松沙士，太棒了！小熊维尼，红秀柱，秋葵，这是山药吗？淮山，铁杆，铁杆是什么意思？这是淮山，淮山铁杆。